永月瞻仰如来摩婆瞻舍二十世尊，数金色毗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是言：无疑无作二十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灵心调伏舍邪归正，是有一而上而息在我一分身千百亿光舍方便或有力根闻即心受，或有善果清泉成就，或有安顿就化方归，或有业中不生敬仰若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仙男子身，或仙女人身，或仙天龙身，或仙神鬼身，或仙山林川原，而是全经历给予人悉皆度脱，或仙天地身，或仙方王身，或仙转轮王身，或仙居士身，或仙国王身，或仙宰夫身，或仙官书身，或仙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彼之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作身，独现其现，如观无累劫尽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即有为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多而举手大哭时，如当一念无在逃离天宫，应尽覆辙，离娑婆世界之弥勒住世以来，众生悉世解脱，用力诸国与佛受记，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供佛一心涕泪来念白起佛言：我从旧缘劫来蒙佛接引，是我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而刹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多百千万亿人，定归尽三宝，永离生死之涅槃，得待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后发虚我见度脱，是我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虑，如是三拜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虑，而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不住如喜，如能成就九愿界来发弘誓愿，广度将彼其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藏二十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言佛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当言：千万世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彼之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已得，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闻于耶夫罪报所感而去，地藏道言：声闻我为愿听说，我初说是佛不拜也，愿生者说二十地藏菩萨拜身摩耶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堕无间地狱千万
难以解救主，即若有众生诸佛圣贤会谤三宝，不敬尊敬，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即若有众生亲孙常住天无生离火劫难内，自心云雨火沙火海，如是等悲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即若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其狂白以为悲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悲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其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故名饮食衣服乃至衣钵不义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其地藏白眼身目，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眼身目，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此有五百名好个别，此有千百名自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春铁高一万里，城上或许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足以相列名好个别，独有一义名曰无间，其狱周匝万八千里，欲将高一千里，西施铁围上火车下，下火车上铁色铁钩，突火之处与墙之上同时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我满床，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床上罪，耶稣更火爆如是有诸罪人备受罪苦，千百夜叉及一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如铜爪，陀夜罪人复有夜叉之大铁骑，众罪人身火中口鼻火中腹被炮空犯禁，火之床上复有铁衣，但罪人谋复有铁舌脚，罪人尽白之界内，西下长地八蛇根里，周长左转阳通关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也敢入室东京一界，求出其次界坏事即生，他界他界此坏转机，他方他方坏事辗转相继，此界成后换福而来，无间罪报，其实有时有无时也感故成无间，何敢为我以这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绝故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慢多人一慢故成无间，三者罪其杂邦因舍狼犬对魔去造错作火堂，铁王铁神铁驴铁马神格罗索热铁叫声鸡吞铁腕可因铁之从年尽结束，那由他故出相连根无间断故成无间，死者不闻男子女人将火一地老有鬼见火龙火神火天火鬼罪行也感系同手之过成无间，无者若多此语总错若是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念念故成无
见地藏菩萨白身母耶护天地狱处所如是罗光说地狱罪及等命及诸苦是一切之中求说母亲摩耶夫人问一愁有何种定力而推言复众生也堪病第十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神力果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心就把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佛主之爱以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灵度脱为然世尊愿不犹豫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心是无敌恶习戒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处境的善论转入道战无休息同心成解密或障难如欲有望将世从流脱入战出有佛造王一时等悲无当有年若即必是妄言累劫终是广度罪悲无佛恶律所施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可发何愿请蒙世尊引亲藏堪为愿世尊略而说之而是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思念之我当为如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数计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应供正遍之明心作善事是千劫无上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名国王为有用心事善饶益众生及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王以及广设方便以往法院造成佛道当都是被临时无语以往法院若不先度罪过临时安乐得是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以往法院造成佛则及一切之成就如来是以往法院永度罪苦众生为愿成佛则及地藏菩萨是福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明清净莲花末如来即佛寿命是世界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因此教化于一女人紫月光摩舍是供养罗汉闻之语言何等光目大眼我以魔王之日子佛就把为之我目伸出何去罗汉命之为如定观见光目女摩多在而举手击打哭罗汉闻光目也若魔在身作何心也尽在何去手击打哭光目大眼我作所喜为好事但与别之俗所是与别多是其子我超我主子今世但及其命数千万父辈准则子民如何爱救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全光目也如可知成年清净莲花目如来见所化形象尊王或宝光目闻一起身
舍作爱熏花佛香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喜瞻礼护语言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方大光明而高光目如摩婆就当身入家才觉即罕即当言说起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难言说起手背起高于光目神思也愿过报自首我是如摩教主阿弥子别如来雷陀大地狱梦如佛离方得受生为下贱人有福短命寿年。